者方回踪日内瓦报道，莫宝龙 MONTBLANC 在第28届 SIHH 日内瓦国际高级钟表展中有超高人气。品牌大使休·杰克曼 HOGHJACKMAN 与杨洋前来参观表展，并与宾客一同入席晚宴。雷莫宝龙今年最受期待的1858系列揭开序幕。更特别的是，杨洋与休·杰克曼首度成为品牌大使身份碰面。杨洋为此透露感到压力，身高就有压力了。莫宝龙来1858系列的展示空间打造了一个灵感，源于山岳攀登的体验和探险区。莫宝龙总裁 NICOLASBARETZKI 表示，1858系列是针对探险者以及不断超越自我追求全新高度之人士所打造，因此我们为宾客们打造充满探险气氛的环境，让宾客能够体验山岳探险的精神，并启发他们攀登世界最高峰的想象力。本届 SIHH 展至瑞士时间1月19日晚上7时，莫宝龙品牌大使杨洋参观莫宝龙2018 SIHH 展场，作为莫宝龙创意总监CIMKAMAL Montblanc 提供休·杰克曼以莫宝龙全球品牌大使身份欢迎宾客到来。 Montblanc 提供莫宝龙 SIHH 展示各种不同设计的1858系列腕表。记者方获宗社。